这个。就是你去看，我们要去研究的是什么问题？具体的提出了什么相关的假设？发现有在有没有最后的一个 implication、application or limitation？这边有人刚进来，把群里面那个 OG6 的。这边看到啊，在那个 PDF 12页的那一篇文章整体的框架一下。有人说话吗？没听到，说能声音高一点的，是噔噔噔噔噔，这个吗？嗯，你那边语音开大一点点，我这边听不太清。你说啥？扫完的人扣个一，扣个一，让我知道一下啊。四个，你再等1分钟啊。OK 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来来，有没有人要说一下的？就是啊，这个文章结构化的 ，Erica。嗯。你要不来说一下你画了哪些内容，或者你就觉得说从第几行到第几行是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结构的哪一部分这种，都行。嗯。就是说，但我当时就是我很快看完了嘛，有些名字呢，我也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第15、17行的时候，嗯，这两个名字我给画了，嗯，然后
还有一些就是我画了一些就是他说话有些地方，我想应该说话那些地方应该比较重要。他说话的那些地方，哪边？对。就是你说这种呢？对，嗯，可以，还有吗？然后暂时就没有了，主要就是先看，就是读一下文章，没怎么画。没怎么画，你就是总共就这么多。你后面那边这一部分，这一大列的，也没有太画是吗？没有太画，因为主要就是想先读完文章嘛，嗯。然后之后再画，现在还得看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再画的。哦，好的。我看你不是看的是最快的吗？我想，好的，可以。你就前面这两个地方的画的是 OK 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这一段啊，我们已经看完了嘛。第一段就是看了上半部分，然后下面这边说 you attract 这种画，你其实可以看一下。一般那种人家的发言嘛，都难度不大的，就看起来也很快，比较好懂嘛。然后你再往下看，它可能出现了一个东西，是不是这个东西？其实你们是可以画一下的，这种我可以说是新主体嘛。本来我们讨论的不是那个花嘛，然后呢，我们讨论的不是那个蜜蜂嘛，对吧？Pollinators，但是这儿突然出现了 beetles，我是不是可以画？然后 beetles 就是这种 among the very bad guys，就是不好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再往下，就是刚刚那个 Eric 说的，我们这两个人你是肯定要画的。其实你们现在如果扫的差不多了，或者扫了绝大部分的内容，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后面基本上都是他们一直在出现嘛。说明我们前面那什么 Ian 这个人就可能只是给我们引入了一下话题而已，就是说引入 Beatles 的做了一个铺垫，然后往下你就看这个，像我们刚刚说在每一段的这个开头一二两句话，我不是可以仔细一点看吗？所以这边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他说是啥？Took on 承担啊，承担。他们研究具体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 Texas Gourd 这其实就是一个那个什么葫芦花。他说是什么呢？就是 How to attract enough pollinators, but not too many beetles。你这样是不是就是正好可能跟上一段衔接起来？我们现在是因为带着你们一起去细看，你其实自己去做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应该有一个数的。而且你不要觉得说一开始扫读麻烦啊，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做第一篇、第二篇的时候，觉得说可能时间会久一点，你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很多科学篇章它大致的一个框架结构都差不多，所以你其实。有时候你可能读了前面三分之一，你都知道后面大体是什么走向了，知道吧？对吧？所以我们研究的就是说我怎么那个能够吸引足够的这个 pollinators，而不是这个 too many beetles。所以这是这一部分。然后再往下，我们继续看到 intuition。注意啊，这不是开头嘛？我们看一下，不要看成 institution 啊，好多人都看到 institution 机构，不是啊，人家是直觉啊，intuition 说明。More of that aroma should be even more appealing to bees. Appealing 这词是 attractive，就是说我要是 aroma 越香的话，就是我的这个是不是更容易吸引蜜蜂？然后刚刚这个说的这一部分内容 OK 的，因为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你看 this assumption 是不是啊？this assumption 人家都说了 assumption 相当于 hypothesis 呀，所以它这个 assumption 就出来了。什么 assumption 呢？就是我如果非常香的话，我就会吸引很多的 pollinators 过来。这还是这个人说的吗？还是我们一开始这个人说的？OK，然后你看到这儿是不是有个 but？所以像这种你是要画的呀，转折嘛。转折的话，他说 that idea。你像这种逗号，SAT 阅读里面很喜欢出现，尤其历史里面出现更多这种插入语干扰你的，你直接略过就好了，对吧？科学还好一点。that idea hasn't really been tested，就是说我不是，毕竟是一个假说嘛，所以就没有被 test 过，证实过。于是像你们做题的时候，就是画的时候，这个 to find out 其实是也要画一下的，知不知道？to find out。就我们刚刚说这种目的状语的地方，你要画画，就知道我接下来要干嘛，做实验了呀，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开始做实验，做实验具体的你不需要看，就快速扫扫扫扫，扫完了发现没了，OK，所以这边就开始做实验，然后实验有没有发现呢？我反正暂时这边是没看到，然后继续看一下下面，这边应该有人能够画出来这个 also 的吧？你看这个第下一段的开头啊，就是 also wanted to know whether extra beetles would impose a double cost。后面 by 就是具体的怎么样的 double cost，所以这一部分内容你们自己去，如果没有画的人自己这边也要做一下标记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假说是不是跟花香相关，对吧？浓度相关。第二个假说是不是跟这个 beetles 相关，看到吗？然后有这么一个假说，假说完了以后是不是 so 你看到，他就开始说 throughout the experiments 嘛，这边又做实验，你知道这边做实验就可以了，不需要看具体的啊。然后再往下，finally。
这边不是感觉是有个步骤嘛，所以你这边画画 they pollinated by hand 就是人工去授粉，所以这边还是在去做实验，略过，然后再往下，这个人还是那个人嘛，不是新人物，这个人他就是自己大概可能对自己的实验是不是做了个评价，应该看得出来吧， labor intensive 这单词我们认识啊，非常的劳累，然后他下面肯定讲怎么劳累，不用管他。好，你再往下注意，这里很重要的是 what they saw 一定要去给我画出来的，他们看到的是不是就是我实验的一个发现，终于这个地方开始讲实验发现了吧，对不对，他说的是 double the normal number of beetles on fragrance 这个 enhanced blossoms， 就是说我要是更香的话呀，这个 beetles 来的更多，然后后面肯定还会讲一些具体的其他的发现，就知道这一段 OK， 其他就是 findings， 然后再往下 that added up to add up 就归结于嘛，归结到总结说 less reproduction for reproduction 这样子我们认识吧，复制或者繁殖嘛，这边讲的是动植物所以繁殖，说 that 就对应的就上一段，所以这边两个又是衔接在一起的，这种就是属于通过我们这个指代嘛，所以这边我们其实还可以加一个这种出现这种代词的地方，你自己也可以注意一下 OK， 然后你再往下不要忘了我们这边还有呢，最后一点他说 the new results 就上一面那两段的一个 results 嘛， provided a reason that 就是这个什么什么 plants never evolved， 就是可能会对它这个植物的另外一个现象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看到吧，他说 the new results 嘛，就这么来的，所以说我们 provide a reason， 所以这是有可能是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个实验的一个 implication 或者说是这个 application 或者 limitation 的部分嘛，具体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去细看，我知道说反正提供了一个原因嘛，就可能有一个进一步的研究 OK。好，那我们现在整个文章的框架其实已经看得差不多了，看到吧，就是我这个 introduction 部分我们看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研究具体的问题，对吧，我们其实这里两个变量应该都看得出来的，一个就是花香，还有一个就是 beetles， 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就具体的第一个 assumption， 第二个 assumption， 我不知道他们俩是并列的结构还是瞬接的结构，这个我们待会儿做题的时候再去细看，你现在看确定这个其实没多大影响，确不确定，往下 finally 做实验，对吧，这边还是再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65到这边就是下面这两段是不是就是一个 findings， 最后呢反正就实验了一个进一步的，最后就是给你再额外多说一点话嘛，知不知道，好，那我们现在看完这一部分内容以后，其实我们在阅读里面有一些题目就是跟文章的结构框架相关的题目，我们其实是可以直接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来去做哪道题呢，你看反正大多数的那个科学文章结构开头的第一道题都是那种 primary purpose main idea 这种的，这个我们就暂时先不做，我们因为自己做题的时候也是先把后面所有的细节题所有的东西都先看完我们再做题嘛，所以我们就往后看，往后看我们看哪道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27-28题，就是跟结构相关的题目，我们来去拎着做一下 OK， 我们来看27-28这么一组细节循证题，首先细节循证题我们讲循证题的一个基本的做题步骤是逆推法，逆推法就是先做题的步骤先审题，你审完题目以后你再根据我们下面给你的这个行号范围去一个一个的这样子回到文章里面去把根据这个行号找我们的一个答案，最后统一替换，就是我们这个行号呢，比如说我们如果答案是 A 的话，我的上面一题比如说答案也是 A， 那我这个 A 的内容一定是要包含在我们这个45-50行里面的嘛，就是一个大于等于的这么一个关系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的啊。好，然后我们来我们做一下这道题吧，做题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前面扫读了有什么用嘛，来来来做一下27-28，注意啊我们这一题的循证的话前面它是有一个70-71行的，所以你自己要给我回到文章里面去看一下这个70-71行它这边到底在说什么，你是一定要回到文章里面去看一下的，就是这一部分你注意它后面是逗号，所以话没有讲完，你要如果我们给你的行号范围的话不是完整的一句话，你一定要去给我把这句话看完，知道吧，所以你要给我看完这一部分的内容然后再审题再结合那个，我们来做一下看看啊，我们给个2-3分钟的时间，做完你可以把那个答案发那个聊天框里，或者说就告诉我你做完了，你扣个一也行。这个就是让你们自己在那下面看了，因为你要来回来回翻啊，我这上面你们看就不太方便。
做完的扣个一啊。我现在做27、28，差不多了吗？好的，Billy B做完了。我们一起看一下，时间差不多啊，你平时做题的时候还是要快一点，不然你考试的时候可能来不及。来，我们 Billy B， 你选哪两个？你可以打，或者说你直接开语音说也行。27、28。DA， 可以的，对的。我们答案是 DA，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一题。首先刚刚我提示了，就是因为它题目说了它是 as part of their study， 所以这边肯定是实验嘛，对不对？然后去让他们最能直接的 reason 做动词推测，说呢 bees were repelled 这单词要认识啊，就是驱逐完被赶走嘛， not by the fragrance itself。 那我去文章里面看看，刚刚后面是不是还说了一句话， but by the abundance of beetles， 所以是不是说我不是因为花香啊，而是因为Beetles 实在是太多了，对不对？然后你后面冒号你也可以把它看完啊，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嘛，就是说我的数据表明，如果你这个花上的 Beetles 越多，那我这个蜜蜂就不太可能过来，就这一部分。然后你看完以后，我去这个下面的这个行号里面，我肯定是要出现跟 Beetles 相关的，但是我又发现说它最上面那个不就45到50行开始嘛，45到50行呢，就是我们从这边开始做实验，那我 Beetles 什么时候就是作为我的一个实验部分出现的呢？就是在这一段开头嘛，对不对？我的第二个小的 assumption， 然后那我们就肯定是没办法，我要先从这个地方开始看，那我就45到50我先看。他说 so every half hour， 他们不是做实验了吗？做实验你看他怎么做，这是不是出现 control flowers？ OK， 我们这里又是做了一个对照组，他对照组的话是 plucked all the beetles off of half the fragrance enhanced flowers and half the control flowers。 所以你发现没有，它这里已经是有一个 fragrance enhanced 和那个 control flowers， 也就是其实我们这一组啊小的 assumption 以及对应的实验是在刚刚上面这个花香的这个 assumption 的基础上去进一步的进行的。也就是其实刚刚花香呢我就分成了两组，第一组呢是更香的，还有一组是正常的。接下来我在这个基础上我给你干嘛，就是我再分成，就是分别再分成两个小组，那其实总共就是四组，就是一组是花香正常没有 Beetles， 花香正常有 Beetles， 然后是花香就是更香然后没有 Beetles， 更香有 Beetles， 是这么来的，能理解吗？然后我们第二组的变量里面，那肯定是看我是不是会受到这个 Beetles 的影响嘛，而且它其实在这个文章里也直接告诉你了，它说 allowing bees to respond to the blossoms with and without interference by Beetles， 就是我让你自由选择嘛，我就看在有 Beetles 没有 Beetles 干扰的情况下你会怎么样选择。所以我们对应过来上一题答案是不是就出来了，给他们一个机会 to choose between beetle free enhanced flowers and beetle free normal flowers， 就这么来的，能理解吗？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做了一个实验，原来是两组然后变成四组，这么来的。所以我们这组是 DA 啊。
后面其实你这个就是51到53，你我们也快速去看一下啊。51到53这边不是 finally 开始做实验了吗？你看他自己也说是 four combinations 嘛，就进一步确定我们刚刚的那个想法，确实是两组再分四组的这个情况。但是你好像根本没有出现就是题干要求刚刚说的那个发现的那一部分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59到61这个评价只是想强调他们累，没有任何的跟 Beatles 相关的信息过。然后再看76到79，这个都跑到后面的一个 findings 那边去了，所以就是也不是我们要去找的答案嘛，因为我们这肯定是要在做实验呀，所以你这个都 findings 其实我都可以丢掉的，知道吧？这种框架结构的定位。所以我们这个27、28是这么一组，就是我们第二组小实验它考你的就做实验过程。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两道题啊，我们再看29题很容易，因为像这种段落作用题在科学篇章里面考你啊，你只要一开始扫的话，你基本上做题的时候分分钟就可以直接选出来的。你看他问你的是不是第7段和第8段，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65到84行啊，就是这两段我们一开始是不是画了一个结构的，就是 what they saw， 所以就是他的一个 findings， 所以我们这一题是不是秒选，选的就是我们的 findings， 看到吧？所以我们这题就选 A 啊，这种的你直接就可以去做了。因为你如果一开始不扫的话，你是没有那种底气说、哦、我肯定这边就绝对是一些 findings， 万一是其他东西呢？因为你结构不清楚呀，知道吧？有可能你还觉得是 methods 呢。好，这是29啊。然后我们后面呢其实还有一组循证题我们也要做一下，就是我们31和32，注意审题，我们一起审一下题。你看我们这边的这个31题呢，他说的是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this and the elders research offers an answer to which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他们俩的研究给下面哪一个问题去提供了一个答案，就讲他们的一个意义是什么，你想想对不对？而且的话虽然不是绝对啊，但是大多数的那个科学篇章啊，它的一个题目出题顺序除了那个主旨题啊，一般都是基本上按照我的一个实验或研究的一个进程来走的。那我说到这儿的话，其实你应该知道我大概率你这边32的这个行号你是可以从下往上看，就你不要呆呆的就还是按照 ABCD， 你可以 DCBA 嘛，这么来嘛，能理解吗？所以你就我们自己来先看一下这道题呢，这一题做起来应该不会要很长时间的，自己就是拿那个文件往前去翻啊，我把题目就直接丢这儿了。做完也是扣一下一啊，我们这时间2分钟，最多2分钟我们把它看完。差不多了吗？有人做完，做完的话，要么在聊天框里打一个答案好了。
朋友们，有没有做完的？我们要讲了，时间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吧，来来来，刚我们已经审过题了，他说 offers answer to， 然后我说了，我说不是按照文章的一个大致的顺序来嘛，所以我说我可以从下往上，你就先看85到86好了呀。你85到86，我们一开始扫的时候是把这部分画出来了。他说我这个研究的结果 provide a reason that Texaco plants never evolved to produce a stronger scent， 啥意思？是不是就是我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理由？那换句话讲，是不是我就可以 offers an answer to， 就是我们这边的 provide a reason that， 它的同义替换相当于我刚刚题干里面那个 offers answer to， 这个能不能理解？然后这个完了以后，我就看它是不是说 never evolved to produce a stronger scent， 从来没有进化出来更强烈的一个香味。换句话讲，是不是就是我的香味它是有一个上限的？所以对应过来，我们这一题刚好是不是可以对应到这个B 选项。你注意啊，你千万不要去纠结说，哎，我这边没有说具体的到底是 why 啊，到底是为什么呀什么的，但是文章里面是不是先明确告诉你说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现在问你说我这个能不能回答下面哪一个问题，回答了没有，那是不是就是回答了？有的人做这题的时候会纠结，我没有看到具体的到底是怎么个 why 的一个具体内容，那没关系的，他已经告诉你 OK 的，那就是 OK 的，知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一题答案其实就出来就是 BD 嘛。79到84行的这个 C 选项啊，还是蛮多人会容易选错的。他会选一个这个，对应什么呢？上一题的一个 C， 为啥？因为他都看到了 hand pollination 在哪里，在我们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看79到84行这里，他 hand pollination， 他说没能去拯救这个种子，说明呢 beetles 他就是直接 damage 我这个花嘛。后面破折号说不管他们是不是会赶走捕食者。然后有人觉得括号里面不是进一步解释说明吗？所以他们就也看了，看了以后看到这句话，他说我确实是 rescue fruit weight， 就重量呢确实是保证了。然后说这是一个什么 hard to interpret 这么一个结果，很难解释的一个结果。那我很难解释的结果嘛，你对应到这边来，你想想，你这个 why 就明显是回答不了的呀，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就属于是你感觉好像这边讨论都是 hand pollination 的相关信息，但是我最直接的我没有 offer answer 啊。所以啊，注意，这是一个蛮经常出现的一个干扰项，就是我 why 后面的信息在文章里面有，但是就是没有提到 why 这一点，或者有时候干脆像刚刚那个文章里面，他直接就否定了，说这一课很难解释的嘛，所以我就没有解释，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一组答案就出来了，选的就 BA， 不是那个 BD， OK， 所以这些都是你根据框架结构能够去大致确定的部分。其他的那些细节题、词汇题嘛，你再到跑道里面去看那种那个，就是更进一步的一个上下文的一个语境啊，等等的，没问题吧？这个结构就是我们说比较常见的，而且你确实发现它是不是实验部分是占了大头的。我这个大头的意思不是说我一定要是行号行数比其他的部分的行数要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它是核心的，能够让你了解这篇文章到底研究的那个内容是什么的这一部分，知道吗？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阅读顺序啊，阅读顺序这些，这个阅读顺序其实是不管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管什么结构，你都是要这么去看的啊。科学文章都是这么看，历史和文学那是另说了，因为那考的结构其实也不太一样嘛。好，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上一个这个 deduction 的一个演绎的一个结构，就是介绍问题提出来 hypothesis 出来，这个 hypothesis 不一定是一个单个的，像我们刚刚分成两个小的变量不是也行吗？然后实验，然后 findings， 然后我的一个 implication， 对不对？好，然后我们这个阅读顺序，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文章结构啊，叫 induction， 归纳类。归纳类的文章结构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首先开头还是一个基本的 background information 的一个介绍，科学文章开头都是会这样介绍一下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也会出现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研究问题完了以后，我接下来主人公一般就要开始做实验了。他开始做实验的话，做实验的过程中呢，会经常出现新人物。新人物干嘛？对我这个实验，我可能说，哎呀，你这个实验做得很好呀，就是会有一个 support， 或者说呢，哎，你这个实验好像哪边有点问题，你不觉得说你哪边就是要改一改吗？什么的，就是给你一些这个实验改进的一个 inspiration， 就是灵感啊，或者说进一步证明你的实验等等等等。就新人物的出现是
我们归纳类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点，会对实验产生影响。然后我实验产生影响之后，我对这个实验进行 modify 完了就是 experiment B。 最后我又中间就可能会有一些 findings 嘛，最后再得出一个 conclusion。 其实这个部分啊，我们最后也是会有可能出现刚我们前面说过的那种 implication 啊，或者说是什么 limitation 那个 application 的。然后这中间的话，我们就这时候在这边直接去补充，就是它会出现这个新人物。然后我们这个新人物呢，它是会 support 或者说我们去 corroborate 这个单词要认识，证明证实啊 statement 分蛮多的。然后还可以是比如说 inspire， 包括也可能会有人反对嘛，就是 challenge， 就这种的。接下来我就是要去 modify 一下我这个实验，然后就出现 experiment B。 而我们这个结构的核心内容，我们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的，就是这个新人物的一个出现，明白吗？好，然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看啊，看一下也是哪一篇，就是 OG8 的，你可以去群里面啊，群里面下一下 OG8 里面有一篇，就是最后一篇，是那个 PDF 的16页啊，就是那个直接这个页码的16啊，不是那个这个上面的话就是14了啊，你可以去翻一下。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个啥，还是一篇自然科学的啊。来我们看看呢，你看一下这个，反正前面的这个前言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看的啊。你看一下，他说 What a plant knows, a field guide to the senses. Sense 我们应该认识的，感官，对不对？然后 a field guide 就是我们去实地去研究一下这个什么感官呢，那就是跟植物相关的嘛。所以这是我们引言给我的信息，那么我肯定在那个文章里面会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嘛，对不对？我不会老是那种很泛泛而谈的。然后我们就看第一段开头，上来就出现叫 Venus flytrap。 flytrap 这个词你其实根据它的构成也是应该认识的， fly 做名词，注意啊，做名词的是不是苍蝇， trap 陷阱，所以这是啥呀，这就是捕蝇草啊，这个东西矿里面这个什么属于什么东西你不用管它啊，就是 Venus flytrap 这个捕蝇草怎么样呢？ Needs to know when an ideal meal is crawling across its leaves。 人家都是捕蝇草了嘛，我在那边是不是等那些猎物上门的呀，对吧？所以我要知道说什么时候一个 ideal meal 正爬过我的叶子吧。 OK， 然后你看啊，下面这句话，因为我们看两到三句嘛，他说 Closing its trap，我闭合的话是需要 huge expense of energy， 是需要很多的能量的，消耗很多能量的。所以呢，而且 reopening 的话还要花好几个小时。So 这个捕蝇草吧，你看这儿这个东西一样的捕蝇草 ，only wants to spring closed when it's sure that the darling insect visiting its surface is large enough to be worth its time。就是说，我要保证我花的这个时间是值的吧，我不能什么那些。小虫子上来，然后可能一粘，然后飞走了。哦，我还要花很多时间去给你闭合了之后还要费很大的力气再给你展开，这个就不值啊。所以他就说我一定要先确定说，哦，这个昆虫是够我去花这个时间的，我把它捕捉过来，我是能够，第一我能捕捉得到，对不对？第二我能吃饱嘛。Spring 这个词，我们提一下。这个单词注意，本来做名词是不是什么喷泉啊、春天啊、还有弹簧啊这之类的？但是啊，如果修饰这种动词的话，你知道什么意思啊？表示的是那个突然的意思，突然的意思，一下子闭合，知不知道？这个词啊，认识。好，那我们现在其实你两到三句话看的也差不多了呀，对吧？然后后面肯定有可能讲的一些具体的嘛，因为我也没有出现转折词嘛，所以我不用去细看，知道吧？不用去细看。接下来把文章去给我扫一下，扫读一下，尤其注意出现新人物、新主体的地方。文章大概率是会考你的，而且你还要再注意它可能对我们整个研究有什么贡献，有什么作用。然后我们还是给两分钟，顶多三分钟的时间来去把文章整个你去过一遍。这篇文章其实也不算是很长的那种啊。OK， 你们自己下来看一下啊，16页这边42到52题的捕蝇草的，不要看错了。
大多人也扣个一。好了吗？不要看得特别细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看一下，来。刚刚第一段看了一部分了，引出了我们的研究对象捕蝇草，对不对？往下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吧，这部分我们略过。如果我完了，你看到下面这句话，哎，你注意啊，这个中间这种小 but 你别管啊，我要看的是句间关系，人家这种分号放在一个长短句里面，你就不要看那么细致，知道吧？然后你看15行开头是不是有 We can look at this system， 就上面的那一段讲的 system， 他说是 as analogous to short-term memory， 人家明明白白说了 analogous， 是不是类比了 analogy， 对吧？然后他说 to short-term memory， 就是把我们捕蝇草的整个的 system 是不是比作是一个短期记忆。完了后面你就看到是不是有 first 完了以后什么 then 这么来的，看到吧？所以这种细节的东西你不要去看了，因为我知道这边就是在讲我跟 short term memory 之间我是怎么样去类比的嘛。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讲的都是 short term memory， 所以说明我这 short term memory 它占了一段的内容作为一个类比的对象，大概率在答案里面是会考的，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题目的，在题目里面是会考的。你看46题是不是就考了，他说在第二段15到31行 The discussion of short-term memory primarily functions to， 主要是想干嘛嘛？这题我们自己把四个选项看一下，然后我们直接就先把这道题给做了。你可以去，这时候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那个第二段里面的一部分内容啊，因为我不想翻过来翻过去嘛，所以你们自己在那个 PDF 上面看。给30秒的时间做一下46，这个应该做的很快的。你想我为什么非要拿个类比的东西来？看好了吗？有没有人做好的？发个答案的。Andy， 你聊天框里打打，不一定非要说话的。没有啊。那我们一起看一下，你想我一般情况下要去把一个抽象难懂的事物去跟一个比较简单的具体的对象去进行一下类比，我是不是就是怕你不懂前面在说啥，于是我这里用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来去帮你理解，是不是？所以一般出现这种的话，我们
答案都是要去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啊。所以很多时候不会出现这个词 clarify 这个单词，要认识的 clarify 阐明解释清楚。说 explanation what prompts prompt 这个单词注意啊，动词驱动，然后呢如果是形容词就是立刻马上 the Venus flytrap to close 嘛，就解释了一下，解释了一波，说我到底是怎么 close 的嘛。 close 是步骤是怎么怎么样的，就这么来的，一开始要怎么样然后再怎么样，能理解吗？或者说我们答案里面可能会说出现什么 use a familiar concept use a familiar concept to clarify to illustrate 等等等等，这种也是可以的，没问题吧。我们像之前我不是说什么鸟它不是飞嘛，飞的话我后来就是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是跟那个说跟飞机去进行了一下类比，当然那个是有一些不同，就是讲了一下他们的相似点也讲了一下不同点。还有呢我们讨论过是之前说那个粒子场，然后呢就比作是一个那个乒乓球然后进到 submerged 在水里面然后怎么怎么样的，那个我们也考了题目的，然后就直接说的是什么 to clarify an abstract concept， 就这么用的。所以你出现这种类比的自己就有一个概念，心里有个数，知道我要选什么。下面那些选项都是很多无中生有的选项的，我这儿没出现 controversial 嘛，对不对？而且后面这边也是啊，具体的一些信息 distinction 这单词要认识的 difference 嘛，我也没想真的把它和人去比较嘛，这种你就太朴实了，你要选 C 的话。 OK， 好，然后我们再回到文章里面来，我们看一下啊，接下来这第二段，第二段完了以后你看到他说第三段的开头，他说 scientists have been puzzled by these questions， 是不是出现代词指代，代词指代对应的是不是就是上一段这个最后的这两个问题嘛？那你就可以顺便看一下这两个问题，就是 how 怎么样去做的，还有 how 他们 remember 的。然后我说 puzzle 完了我肯定要去做，就是去回答解答这个问题嘛。所以呢我这边当然这个人你自己也是要画一下，虽然这个好像往后面看你觉得他没有那么重要嘛，就再往下看到他说 a century later 一个世纪以后，这个两个人一定要画出来，新人物出现，他们干嘛了？ proposed that， 哎，这种一般介绍这个人的头衔啊，研究是什么领域啊，什么个专家啊，这些你不用看啊，这个看了浪费时间。往下 propose that 提出来，他 stored information regarding 这怎么说，相当于 respecting， respect 就是尊重那个 respect， 还有方面的意思， respecting 就关于嘛， regarding 它相当于是 with regard to， in respect to 等等等等等， with respect to 都可以，就是关于什么， how many hairs have been touched， 这就对应的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内容嘛，所以他就研究这个具体的吧。然后他们 proposed 这边是不是相当于 proposal， 就是我们的一个 assumption 提出来，然后说他们的 model 就是什么样子的，对吧？然后接下来 in their studies 做研究嘛，他们 discover 是不是就是有一些具体的发现，然后发现的话你可以看看说他们这边在说啥，说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说突然开始讲电了，觉得说就可能我研究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具体的元素出来了嘛，什么东西你肯定会看到这个词的吧，calcium 这个钙呀这词要认识。然后完了以后呢你就继续说 they proposed， 你看到他说 the trap 需要一个 high concentration of calcium in order to close， 然后他就 proposed 第一个 that and that 这种框架结构要看清楚，就是第一是需要很多的这个钙然后才能闭合，第二呢是说 a single action potential from just one trigger hair being touched does not reach this level，就是我要是只碰了你的第一个那个毛发，它是不会到达那个一定的一个高度，然后让我这个捕蝇草闭合的。所以他接下来是不是就开始去又进一步的做研究了？他没有什么转折啊，你不用特地注意，也没有出现新的人物，所以我们就略过。略完了以后再往下 ，subsequent research supports this model， 这个很重要啊。subsequent 认识嘛，后面的对吧？后面那些研究支持这个 model， 所以我这是不是出现新的那个研究啦？他们是支持我们这个前面那个人那俩人的一个说的是关于那什么钙的相关信息嘛，然后出现了新人物对不对，那我这个新人物是不是得画一画，而且我是承接在这个 subsequent research support 下面的，所以这两人肯定是支持的嘛。他们说 first demonstrated， 他们开始怎么样，对这个 demonstrate 考了一个词汇题呢，你根据上下文看到他说 it is indeed electricity that， 就是强调句型还加了个 indeed， 就是说确实是电导致捕蝇草闭合的，所以这个 demonstrate 在这不是简单的那种展示的意思吧，就证明证实，这个能理解的吧。然后接下来你看到又出现目的状语 to test the model， 是人家做实验去了，怎么做实验不用管， this 还是在继续，
然后再往下说 when they modify， 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对我们这个它对实验去进行了进一步的 modify 改造，因为一般 modify 都是往好的方向去变嘛，他们去具体的有一些又是实验方法，他们再往下就是说什么 this， 好，所以后面是不是都是我们的一个进一步的实验，他对实验是不是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就这俩人就是这个人和他的同事，没问题吧。所以这个最后一段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新人物出现开始去对我们整个研究起到了一些作用，没问题吧。然后我们有一些题目要去做一下，我们重点就去做这个后面他们那个新人物出现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因为时间问题啊，我们就一起来去做一下啊。他说是 what potential， 我们50 51 52的都是对应的是这个新人物，他说因为这个人来，然后后面也是这个人 his colleagues 啊，他说 what potential criticism might be made of 这个 testing of Hardik and Silver's model， 就是之前出现的人嘛，就是注意审题啊，人家问的可是 potential criticism，就是说我觉得你去 test 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关键的要素你忘记了，不是不要略过这个 criticism， 不然你就很可能做错嘛。然后我们就还是逆推法，逆推法的话我就一个一个的回到上面你这样去看嘛。注意啊，这个就不像我们之前做的有一些题目比较简单，就是直接说哎呀这一段的结构是什么，哦是 findings， 这段的结构是什么，是 experiment， 这一些呢在科学文章里也会出现，像那些你就是那种题目你很快就可以直接做掉，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一个稍微细节一点的内容，你是不是还是得在这时候因为做题你就可以去具体的看一下它里面到底干嘛了吗？能理解吗？我们一起看一下它这边到底干啥。它首先确定说确实是电导致的这个 flytrap close， 接下来我要去 test， 他们就 rigged up very fine electrical electrodes and applied an electrical current to the open lobes of the trap，就是是不是就是搭了一些这种电线什么东西的过来了，对吧？然后再往下说，这 made the trap close， 你看到没有这句话 ？Without any direct touch to its trigger hairs， 就是说我不直接碰，我只要有电，我也可以让这个捕蝇草闭合。括号里面进一步解释说明嘛，看你不懂，说了一下，他们就没有去测那个 calcium。那我们知道上面那些人的研究里面，这个 calcium 是不是一个蛮重要的元素，对吧？说 the current likely led to increases， 就是只看电流，所以我就发现他们这个实验好像跟前面的人，我们主人公的一个实验的一个比较大的不同，是不是他们只是关注了一个，他们觉得可能电是一个本质嘛，但是之前的人他们会研究说中间在研究一个那个钙嘛，钙元素嘛，所以我现在问的是 potential criticism， 你看了这一点之后，然后你再看我们下面这个行号嘛，你去对应过来。我们这个行号我们就不带着你去一个一个细看了，然后你基本上答案就可以出来，就是我少了一个 did not corroborate a central element， 这个 a central element 注意人家这个 element 真的是 literal 的一个 element， 就是确实是讲的是钙元素，不是说我这个一个什么一个 factor 一个要素这种的，因为有的学生他一开始做学的时候觉得说这边可能是哎你这个里面少了一个什么步骤啊，这个意思不是的，这边就是 calcium， 当然不是说其他的话题里面就必须是元素啊，我也可以是其他的一些 factor， 你要看上下文，能理解吗？所以说我们这边就选出来了呀。 OK， 然后我们最后一题的话是偏细节了，它就是问的是说我们当时具体到底是用的是什么研究嘛，这个你就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个研究嘛，这个我们就不去细看了，就是这种偏细节，这个就是这一段里面的一个细节的框架，而不是这个文章整体的结构。前面其实还有一些之前的人做的，我们这个时间问题我们就不去细看了啊。好，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我们回到刚刚这个 PPT 这边来，他说归纳类，归纳类的一个文章结构的话，你发现和演绎类是不是就不太一样？演绎类的核心就是我要去证明猜想，做实验证明猜想，而我们这个归纳类呢，它的猜想倒是其次，它的侧重点就是说我会有新人物出来对我们整体的研究产生影响，明白吧？所以你在自己扫读的时候，你这个新人物必须要画出来。不是说你在做题的时候说哎呀，我一开始确定框架我非要去把它放到刚刚我说的那个演绎类或者是归纳类里面，那么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你这样也浪费时间嘛。所以你就是重点是你要知道在之前你去准备你做阅读的过程中，你根据我的这个讲的这些阅读顺序你要做的那些框架性的这个扫读，扫完了以后你其实根据你之前做题刷题的一些经验，
你就已经知道说，哦，我这边是什么结构，哦，我那边可能会去考你，你就有这个准备了。而那些内容呢，你一开始又直接在那边画出来了，所以他有时候不给你行号，或者说哪怕就是那种循证题嘛，你自己做起来就很快的呀。他问你这个实验要证明什么猜想，那我要是那个行号循证题里面那个行号有两个都明显是那个 findings 部分，我直接把那些行号就可以直接丢掉了，我不需要看，看都不用看的，百分百是可以直接丢的，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这个我们科学篇章结构的比较常见的两类。其实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科普类，科普类 informative 的，以及一个 problem solving 就直接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话是有一篇，我不知道，我估计你们如果没有刷题的话就可能见到比较少，就是研究关于你是否有 audience 在你旁边对你的一个表现的影响，就是旁边有人我的表现怎么样，旁边没有人表现怎么样，然后文章去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然后最终到最后它有一个差不多确定的一个 conclusion 出来了，这种的就最后把问题终于给你解决了吗？好，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我们课就上到这里啊，就是这个整个框架，这个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讲的这两类结构以及这个阅读顺序，你自己在接下来做科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给我画出来。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你之后自己刷题的话要是有问题你都可以问我的。那我们就下课了，拜拜。